西元1905年运转白洋，一贯到17代陆祖，承领天命，大开普渡，将大道普传人间，乾坤启度，迄今正满100周年。接着西元1930年，18代公长祖与子系祖二人统领天命，续演一脉真传，弘扬大道三草普渡，开亘古之传奇。近年来，一贯道世界总会为响应政府心灵改革运动，落实文化扎根教育工作，积极回馈社会，走入人群，如承办台北市春季之祭孔大典，在庄严肃穆的钟声鼓声引导下，大家主敬存诚预祭，在学子六艺舞当中也不忘缅怀孔圣人之德泽与风范。又如一贯道总会也曾特别举办三代同堂表扬大会，推崇社会善良风气，以唤醒社会大众体会父母恩德，知恩要感恩与报恩，父母在世时要尽心尽力奉养，恪尽人子之道才是应该。最近一贯道总会所属各单位积极推广读经运动，并鼓励大家多参与读经会考，希望大家平日借由读经可以充实道学，深入经藏，肯定道之尊贵，口诵心为，体会五教圣人之奥旨，敬天地，礼神明，确实做到孝父母，重师尊，信朋友，和乡邻，爱国忠士，希望营造一个人心良善、祥和安乐的社会。相信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老祖师师尊师母的宏誓大愿，化娑婆世界为莲花帮，营造一个天上人间的弥勒家园，必能早日实现。因此一贯道所属各道场大力提倡读经运动，借由背诵45经及《道德经》《金刚经》《心经》《清净经》等经典，务实地从事文化扎根工作，希望大家一起来读经，进而悟道、修道、行道，时时以圣贤心为心，以圣贤智为智，建立一个富而好礼的祥和社会。近60年来，各祖先、各位前人辈们一本初衷，从中国到台湾，从台湾到世界各地开荒阐道，无怨无悔的付出、牺牲奉献，在老祖师、师尊、师母天命强力护持下，一贯道已传遍全球5大洲。目前，全世界约有75个国家。都有师尊师母弟子在广度有缘佛子。于是在西元1996年与美国洛杉矶成立一贯道世界总会，
希望全世界一贯道道亲，不分种族，不分国家，大家都能同心同德，其为化人心为良善，化娑婆世界为莲花棒而全力以赴。西元1999年，泰国道悟已非常宏展，道亲遍布全国76府，于是在曼谷成立泰国一贯道总会。当天贵宾云集，政府官员亦多人与会，盛赞一贯道是最优良的宗教，肩负的时代使命意义非凡。西元2000年3月6日，印尼之道亲前贤亦于雅加达成立印尼一贯道总会，宗教统筹部部长及多位官员与会，肯定天道的宝贵与道亲的表现。多年来开荒前贤因国情不同所受的辛酸阴霾一扫而空，大家为道的牺牲终见结果，真是可喜可贺。西元2002年12月22日，马来西亚道亲大众亦于吉隆坡成立马来西亚一贯道总会，当天张灯结彩，贺客盈门，现场人山人海，热闹滚滚，正象征马来西亚道务蓬勃发展，来日不可限量。近年来一贯道总会及各分支会致力于复兴中华文化，推行净化人心社教工作不遗余力，前人辈们平日常续勉大家要兢兢业业，孝父母，重师道，谨守修道人的本分，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信朋友，和乡邻，致力于文化教育，以提升社会大众心灵的净化。一贯道总会所属各单位举办之社教活动，遍及全国各角落，参与人数常常爆满，反应热络，成果优异，深获各界政府多次表扬肯定。为增进社会祥和，让人间充满爱与关怀，其实每个人都能活得更健康、更幸福、更快乐，也更有智慧。一贯道总会及各分支会每年都会邀请专家学者为社会大众举办净化人心之系列讲座，透过学者专家生动感人的话语及精辟的解析，以获得人生智慧的觉醒顿悟，充分发挥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进而开创幸福美满的人间净土。儿童是国家未来主人翁，是道场未来栋梁，慧命传承之所系。因此文化传承不可少，道德教育是必备的。有人说读经的小孩不会变坏，因此一贯道总会及各分支会在近十余年来大力提倡广设儿童读经班，为将中华文化儒家思想往下一代的幼苗扎根，启发儿童无限潜能，培养爱人如己的情操，增进家庭亲子良性的互动，乃积极推动儿童读经。近十余年来儿童读经运动风起云涌，一贯道道场实为幕后最大的推动力量。自民国81年开始，
在台北健谈青年活动中心经国纪念馆举办首场成年礼之后，各道场由所属各文教基金会在海内外承办的成年礼无以计数。一场庄严隆重的加冠礼，唤醒青年学子了解自己不再是个孩子，任何言行必须自己负责，堂堂正正迈向未来的人生旅程。2003年9月21日，在台北市国际会议厅举办纪念师尊成道55周年感恩大会，所属各组县道亲3000人齐聚台北国际会议厅会场，并举行三代同堂道化家庭楷模表扬。本次表扬来自全国及日本、泰国等20多个组县道场800多个家庭代表。透过三代同堂道化家庭的表扬，感念师尊传道在人间，师母慈育慈悲我们，让每一个修办道的家庭都能够从自己的身上做起，影响我们的家眷，影响我们的社区，影响我们的社会，让国家社会带来安定繁荣，为人类世界永久和平带来更大的贡献。为发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之老安少怀的理想，一贯道总会所属各道场都有帮助老人孤儿之慈善服务。普里老人仁爱之家、西罗信义育幼院、屏东京中育幼院、重残养护中心，其他服务如民国82年连办4场心中有晴天反烟剧毒活动，宣导健康美丽的幸福人生。自民国82年起，崇德剧坊在各中小学邀请下做巡回演出，剧情温馨感人，启发年轻学子的良知良能，校园师生均深受感动。1999年9·21灾区服务，设置28个客服及心灵辅导站，协助灾民重新点燃生命的希望，抖落心中凄惶无助的阴影。2004年12月南亚大海啸之赈灾工作，不论是世界总会、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甚至各国总会及全世界各地区道亲，均投入庞大的财力、物力、人力，至今仍在付出关怀。其他如爱心义卖原油会，每次活动都将当日义卖所得全数捐出，以照顾如残障、植物人、孤儿院或老人安养院等相关弱势团体，爱心广披，实在难能可贵。净山净滩环保活动，一人一只垃圾袋，大家分工合作，将原本脏乱不堪的环境清理干净，还给大地本来清净之面貌。用爱心来护佑大自然的原色风光，为下一代建构一个干净无污染、健康又美丽的世界。爱心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一贯道总会及各分支会常会举办爱心捐血活动，号召会员及社会上许多热心人士发挥菩萨心肠，将充满爱心的热血源源不绝地填满千千万万个捐血袋中。监狱教化服务，自民国84年起，一贯道所属各道场应法务部邀请，展开监狱教化系列讲座活动，许多学界社会的道亲前贤每周在固定时段到国防部新店监狱、平岭监狱、土城少管所、台中监狱等，
除了精彩活动表演，并分享生活的体验及身心灵健康讲座，并为受刑人带来温暖快乐，也播下爱与希望的种子。同时，一贯道总会所属各道场之文教基金会每年均颁发结校励志奖学金，鼓励高中及大专院校之青年学子立志向做个品学兼优、彬彬有礼的君子，历年来嘉惠无数的青年学子，同时为鼓励为人子女进大校，热心参与慈善、文教、社会公益等事业。一贯道总会所属各道场也常适时举办表扬模范父母之选拔活动。以上种种，只是近几年来大家较常见到的活动。我们不要怕做得太多，只怕我们做得还不够。韩道长常讲，这社会只一个人好是好不了，要大家一起好，那才是好。其实一贯道道亲在各单位领导前人的慈悲感召下，总是默默地做，默默地行。慈悲是我本心，付出是我本分。活佛世尊曾言，纵是无名也顶天立地。无为的付出才是真付出，无私的奉献才是真奉献。今年适逢老祖师传道100周年，在天恩师德加批护佑及各位前人大德的牺牲奉献下，一贯道秉持着中华文化道祖，将大道传扬到世界各国。目前既有75个国家道悟蒸蒸日上。为了礼赞老祖师及师尊师母的天命护持，并感戴天恩师德加批护佑，一贯道世界总会特别举办此次世界万人读经会考。为了让这次活动能够顺利圆满，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在各位前人士的鼓励带动下，从读经会考内容规划、各个单位联系、场地租借布置洽谈、当天活动内容规划等大小事情，无不尽心尽力，一筹再筹，务求尽善尽美，期许当天活动圆满顺利，可以为老祖师及师尊师母布德。时期是大开普渡的时期，也是落实和谐、合作、和平的世界共同理想。我们再次掌声谢谢崇德青年的表演，谢谢，非常谢谢他们。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当天下午1:30左右，
世界总会张理事长及陈副理事长、高副理事长莅临后即准时开始。首先集合负责读经会考的评鉴委员宣读评鉴办法，忘词儿或错误超过五次者即为不合格。希望各位评鉴委员能在严而不虐的情况下，大家标准一样，议事公平。大会是由三位年高德少的大德张老前人理事长、大德陈大姑老前人副理事长、大德高老前人副理事长，以最热诚的双手向全体道亲致意，以慈悲勉励开罗致庆，并宣布大会开始。接着邀请联合国千禧年世界宗教领袖高峰会议秘书长巴瓦金先生，与会贵宾有各组县领导前人、考试院全序部朱部长、中央银行恒淮南总裁、多位立法委员、印尼宗教部统筹部长官、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代会长、各界长官及贵宾的莅临，都给予一贯道最高度的支持与肯定。难得的是，我国元首陈总统水扁先生于下午两点特别亲临会场，由一直为全国宗教界分忧解劳而且全力护持一贯道发展的虔诚道亲考试院全序部朱部长、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王理事长、世界总会陈秘书长等陪同总统走在礼宾的红地毯上，从大中至正门走到会场台上，两旁有发衣崇德近千位的年轻伙伴及全体道亲们一致鼓掌欢迎，并报以深深的总统好，让会场掀起最大的热场。接着总统向大家致辞：各位前人、各位点传师、各位道亲、各位前贤、来自世界各国的嘉宾，大家午安，大家好。总统好。今天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台湾台北划时代举办国际万人读经大会考，阿扁在此要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和2300万的台湾人民预祝大会的圆满成功。自西元1905年祖师刘清溪先生正式以一贯道之名普渡人间，至今已经达100年之久。在此阿扁要跟全球所有的道亲同贺一贯道老祖师传道100周年纪念，这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盛事。海内外数以千万的道亲立身行道，推行道化家庭、修道生活化的宗教思想，令人敬佩。也因为全体道亲传承了老祖师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涵养跟思想，才孕育了21世纪一贯道的兴盛。祝福一贯道国际化前途光明，更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一贯道追求天人合一，落实社会和谐，更唤醒人类心灵良知。21世纪是心灵的世纪，是伦理的世纪，也是和谐的世纪，更是我们一贯道的世纪。我们再度热烈掌声，谢谢陈水扁陈总统对我们一贯道的勉励。让我们掌声不断，恭送我们最敬爱的陈总统。各组县的道亲在得知一贯道总会
将举办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之后，都积极投入配合。总计报名参加读经会考各组县各地道亲超过万人，经过各组县初试复试，遴选出近6000人参加8月21日当天的会考，年龄最小为6岁，最大为90多岁。会考当天分国内华语部与国外外语部两大类考生。国内华语考生必备科目有《道之宗旨》《礼运大同篇》《心经》《清净经》《弥勒真经》，选读科目有《大学》《中庸》《金刚经》《道德经》《论语》选读，《孟子》选读，《六祖坛经》选读。选读科目至少需选一科，有把握之考生可同时考2科以上。国外外语部之考生则任选下列3题：道之宗旨、礼运大同篇、大学首章、中庸首章、心经、道德经首章。这次会考通过考试戴上状元帽的状元共有5546位，国外考生有500多人。下午读经会考在518顶帐篷内举行，其中外语考生51顶。通过的考生随即接受前人被圈选点榜公告。原来是蔡宇泰、苏昌、吴佳娜在一起，帕林、西索、软骨。Entering the square are the ceremonious guides.本次迎战人员由一贯道世界总会秘书处与泰国总会、马来西亚总会与印尼总会的一贯道世界总会代表所带领，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These ceremonious guides are the officers of the World 一贯道 headquarters and World 一贯道 headquarters of all countries. 紧接着通过会场的是华语科5到7科的新科状元，为大家掌声祝福大家。Chinese 5 to 7 topics。接下来通过舞台的是华语科3到4科的新科状元，让我们恭喜他们。Chinese 4 to 3 topics。状元们跟紧队伍的行列。接下来通过会场的是基础，在尹赞官与一队引领下，正准备跨越状元桥时，天空突然雷霆炸响，下起大雨来，历时约30分钟。读经状元代表过状元桥之活动仍是冒着大雨进行，诚如媒体记者的赞美说，即使是大雨也浇不熄修道办道者的志诚，因此也博得全体道亲最大的掌声。随着旗队、引赞官、状元代表上台进行祭天祈福活动，全体代表仍然行礼如仪，歌声不断，大家诚心敬意，祈求国泰民安，道化万国九州，世界和平，祥瑞满人间。当读经教育在海内外蓬勃发展时，已逐渐彰显复兴中华文化之大气象，实现老安少怀、
感化人心与良善，造就全人类之福祉。相信读经教育是传承古圣先贤淬炼的生命智慧，是启迪智慧及陶冶人格的最佳教育方式，将是21世纪应时应运、符合时代潮流、创造全民最大利益的需求。因此，读经教育的内涵是以最富深度与价值的经典为教材，以熟读入心、深入潜能的教学方法，给予最实效的生命关怀与厚植实质生命实力的培育与扎根。这份成效不单是一份希望与理想，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见证与结果。不久即风起云起，台北马市长及立法院王院长两位贵宾也特别拨空先后莅临会场，向大家致辞勉励。其实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一贯道提倡五教合一，主张读经，一贯道取得合法地位之后发展更为迅速，各地都有读经的人潮，今天就是一个例子。我在房务部的时候到监狱里面去，也看到崇德文教基金会在监狱里面教人家读经，教受刑人读经。各位想想看，受刑人很多是作奸犯科的人，他们也来读经，是一个什么样的景况？这就是说，一个宗教不光是看他的教义有多么崇高伟大，而是看他所作所为是不是真的有益于世道人心。说到读经，我个人也有一些体会。各位都记得中庸一开始就说，这个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然后又说到道不可虚于理也，这个固然重要，我觉得最后面的更重要的，莫陷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事情比你隐藏的东西更能够被人家发现了。你看看这多严重啊，这就是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一贯道提倡读经而且推广读经绝对是好的。当然了，读的经不一定是限于四书五经，也可以读其他这个儒家以外的世道，乃至于基督教、回教都有很好的教义，把它好的东西拿来真正的融合起来，这个一贯道才真正是啊，这个无道一以贯之，真正能够道贯天下。大家说对不对？在这里特别祝福大家继续这样的努力，因为各位这样的努力不但是可以帮助各位的修养，帮助各位的学识，还可以帮助这个社会的和谐跟安定。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一个理想，透过教育教化让社会变得更和谐，一贯道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我们好，最后祝福大家，谢谢各位。The Legislative Yuan, Mr. President.